劝离，就对了，这个时候。对啊，但是他们还是不走。不走啊。这样一个一个劝。他看来因为，哇，这个浪高，这个浪应该有超过十米吧？这个哦，哎，刚刚那一个，可能五米左右。嗯，哇，这整个都过来了。差不多十点三十三。因为我们现在在找大浪，好，差不多了。